尼希米记七十一章七十节，百姓的数量出差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出千米十人，从四十年来出差欣赏耶路撒冷，那叫人出差别的诚意。你凡甘心乐意出差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三以色列人，只是利未人。你提念婆娑罗门仆人的后裔，都出差犹大上邑，各差自己的天日中本身的数量，出差耶路撒冷的基差下面，使其中有些犹太人和便雅悯人，犹太人中有法律师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阿塔亚，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阿玛利的子。玛利亚的儿子，玛利亚是西伯提亚的儿子，西伯提亚是玛利亚的儿子，要巴鲁的儿子玛西亚，巴鲁是古何斯的儿子，古何斯是哈索亚的儿子，哈索亚是阿泰亚的儿子，阿泰亚是约亚列的儿子，约亚列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西罗尼的儿子。六，出差耶路撒冷法律师的子孙共468人，都是勇士。七，便雅悯中有米苏兰的儿子撒鲁，米苏兰是约押的儿子，约押是皮泰亚的儿子，皮泰亚是哥利亚的儿子，哥利亚是玛西亚的儿子，玛西亚是以切的儿子，以切是示赛亚的儿子。八，其次要加拜撒罗的子孙共叫128名，叫撒基利的儿子约尼，是他们的长官，哈斯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十，只是仲要也见，要要约亚列的儿子，亚大也还要十一，还要降你上帝天的是来也，是来也是希利加的儿子，希利加是米苏兰的儿子，米苏兰是撒杜的儿子，撒杜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阿希图的儿子。十二，还要他们的弟兄差遣来共接的共822名。要耶罗罕的儿子阿泰亚，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舍的儿子，暗舍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巴西布尼的儿子，巴西布尼是玛基亚的儿子。十三，朋友他的弟兄作族众的242名。要以阿撒列的儿子阿玛西，阿撒列是阿哈索的儿子，阿哈索是米斯利麦的儿子，米斯利麦是米麦的儿子。十四，朋友他们弟兄单人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亚多林的儿子撒巴天日是他们的长官。十五，里边人重要哈术的儿子司马亚，哈术是亚利甘的儿子，亚利甘是哈撒比亚的儿子，哈撒比亚是布尼的儿子。十六，要要利边人的族长撒比泰和约撒帕，干你上帝天的爱事。十七，祈祷的时候献回夏良超的米迦的儿子马塔尼，米迦是撒代的儿子，撒代是阿撒的儿子。要以马提尼弟兄中的八布加为夫，还要撒母亚的儿子阿泰，撒母亚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亚都敦的儿子。十八，在先生的利未人共用884名。十九，少门的是阿谷和塔门，偏少门的弟兄共172名。二十，其余的以色列人只是利未人都出差犹大的一切诚意，各差自己的天日中。二十，尼提念却出差俄比列士夏和基士帕伴理他们。然而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干了上帝天使母的是各仓的阿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摩西
巴尼哈哈萨比亚的日子，哈萨比亚哈马塔尼的日子，马塔尼哈米加的日子，你三望未过窗出命令，命令强击他们，必要以天的养。你四犹大日子，撒拉的子孙啊，米西撒别的日子，皮塔希亚不出望叛离犹大民的事。你五基于村庄和村庄的前提。要猶大人出差啊，基列阿爸和屬基列阿爸的村莊，底本和屬底本的村莊啊，雅各舍和屬雅各舍的村莊，以及亞述啊、摩拉泰啊、巴帕列、尼切、哈薩蘇啊、撇斯巴和屬撇斯巴的村莊，尼拔。舍吉拉米哥那和属米哥那的村庄，你叫耶林门、索拉、拉亚玛、萨阿那、阿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阿西加和属阿西加上的村庄，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从佛斯巴切到旋轮之谷，偏亚木人从加巴去。出差密密阿哈阿亚巴提利和属巴提利的乡村，三十二阿那图那巴阿南亚三三哈索马基塔金，三四哈贴四片尼巴拉，三五罗德阿那工人之主，三六里边人仲要举办前差啊前出差犹太。去属于偏亚门的